而艺人陈美峰今天出席了品牌代言活动，大方分享自己的保养秘诀，完全看不出他已经68岁。而谈到好友江蕙今天在大巨蛋现场，他也献上满满的祝福，提到先前在秀场江蕙的实力就是幽默共度。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，我是台湾上少，我上美峰啊。白皙皮肤、灵动大眼，再加上凹凸有致的身材，完全看不出来岁月的痕迹。已经68岁的美凤姐出席品牌代言活动，精气神都100分。不过谈到秀场朋友江蕙离开一事，她则这么说：“那当艺人的压力无形很大，尤其是像这么棒就是江蕙歌唱那么好，她的压力当然也有。可是我觉得她稍微这样子放松一下。”是更好的，也很棒啊！真的，来打一下招呼在哪里？就连9年前的丰满演唱会，美凤姐也到场支持力挺。如今江蕙再度重出江湖，为了要给歌迷更好的，还彩排到凌晨，整晚都没睡。不止歌迷早已期待已久，就连美凤姐也大赞江蕙的实力，从以前就有目共睹。是觉得太棒了，是你知道吗？刚好在国庆这样一个节庆，她是在最早的时候就是。从秀场出来就很受欢迎，然后奠定他非常多的一些粉丝，能再出来，粉丝有多开心啊！面对台语天后江蕙将再度重新复出，演艺界也都相当看好，就盼江蕙能够好好养好身体，传唱更多首经典歌曲。记者叶志雄、陈怡蓉台报道。